如何正确涂甲油？你有没有因为指甲油涂不均匀而烦恼呢？选好合适的指甲油，我们今天几分钟课堂就教大家如何正确涂甲油。你将需要合适的指甲油。第一步，蘸取指甲油，涂抹指甲的正中间，刷子稍微放平一点，刷头要稍微压一点。提示：涂甲油时手要稳，切忌抖手。第二步，从指甲左侧开始继续涂抹，保持刷子的方向与指甲外皮平行，注意甲油散开的范围与中间已涂好的部分稍微重合。第三步，从指甲右侧开始涂抹，直到甲面全部被甲油覆盖。如还有没涂到的地方，要用刷条小心涂满。第四步，等指甲油烘干之后，再上第二层指甲油，以加强颜色，同时使堆砌在甲面的指甲油保持均匀的厚度。提示：如果是深色甲油，涂到指甲前端时，最好涂到指尖指甲的内侧，这样可以避免甲油过早脱落。如是珠光甲油，涂抹时刷子要与指甲垂直，这样涂出来的甲油才会更均匀。你知道吗？1920年受到汽车喷漆的启发，路华农的 Monsieur Menard 发明了现代意义上第一瓶指甲油。